我的舒压方法，蛮特别的。我会想要有自己的空间。那如果真的自己的空间还是没有办法舒压的话，我就会找个队友，在中心有 KTV 嘛，就去劲歌热舞一下。应该就是考教练执照，跟教师执照，看能不能够回到母校做国会，或者是回到大学去接专任运动教练这样。重返荣耀就要先忘记荣耀，因为毕竟像我自己经历过受伤也好，或者是低潮期也好，就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忘掉过去。像受伤也是，像我那时候亚运受伤的时候，势必就是一定要忘记这个伤痛，我在复健的时候才不会这么觉得好像哦，我一直有伤在。对，其实教练也一直告诉我这种心态，他就说叫我不要记得自己身上有伤，不然我会卡卡的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要害怕去尝试，就算你尝试了，或者是经历过失败，或者什么，都真的不要太在意。也许你换个角度，或者是换个心境去想，也许你后面你会得到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就是会有更完美的一个结果，让你去觉得你以前的失败那些都不算什么。